日本漫画家《七龙珠》的作者鸟山明在一号传出过世的消息，让全球粉丝都相当的难过。而为了要纪念他呢，这个日本职棒八号举办的热身赛当中呢，转播单位啊特别把好球、坏球以及出局等七个灯号全部改成七龙珠的图案哦。而且呢，只要某一个队伍打出了两出局跟满球数，七龙珠就会一起出现。那么网友呢也非常兴奋地把这画面上传到社群平台，也希望鸟山明先生能够收到大家的心意。Hello， 我是庄宇杰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